爸爸，这个是什么？蛇。啊，它是蛇。石蟹、豆豉、蛤鳗。蛇蟹这只是什么？它是鳗鱼就对了。我听不懂鳗。虾子吗？那你还问？哦，对啊，是那个三牛。那这边有一只。它最大可以长到100公分呢。它嘴这么大。它的洞，它嘴巴张开了。它洞。喂，我在这边。所有的鳗鱼都很凶，有好蛇一样，这比蛇还大。要不要吃我啦？小妈妈，你不乖了吗？我不乖了，多长？多长？这有多长啊？乖了吗？哇，好，哎，真的好长哦。我一直都没办法。你敢吓我？好可爱啊！哎，看到爬了。